Matüştüki kılgaşımız mava güvezi tüşüki itip kaldı mı? Çokuma köşetliğine yanına su çiş kapatıklı. Ama güvezi açımız kayaklı vurdu. Anladın mı? Anladın! 画面中正在给护林员们布置任务的是新疆喀什麦盖提县治沙办护林员队长阿布利科木沙乌提。他告诉记者，自己8年前刚到这里做护林员时，此处还是一片茫茫无际的沙漠，沙包高低不平，树苗成活率很低。当时我们这个土壤这个沙包是高的高，矮的矮，有的地方高，有的地方低，水上不去，水上不去，我们就苗子就 生活率比较低，最后我们第二天开始把沙包一个一个一步一步推，推平平地以后，我们就开始种树了。当时我们种树的时候，包括全县的各族人民每天反正劳动力不小于2-3千个人，一天是最少要7-8万棵树。种树、浇水并虫害防治，森林防火。阿布利科木带着护林员们每天在沙漠生态林里穿梭，对树木进行养护。每个护林员要负责约1500亩的片区，每日徒步10公里，弯腰签字检查滴灌浇水系统是否正常运行。这个滴灌浇水啊，该浇水的时候我们就有时间，比如说早上几点到晚上几点。 我们在检查过程中，弯腰1000多次，必须要埋个眼药，必须要保证对水。而一个有泡水的地方，我们必须要把那个工具带上，必须要把它必须完，不能泡水，不能浪费水。我们的沙漠是水是比较重要，对我们来说。从昔日的黄沙散漫到如今的郁郁葱葱，8年间，阿布利科木把这片沙漠当做了家，与队员们日日在此造林、巡视。然而，恶劣的环境也在不断考验着治沙人的决心。2017年的一场沙尘暴令阿布利科木记忆犹新。是7月底，大家都回去了榕树的。完了以后，我们在3-4个人，我们在必须要浇完水。那天晚上不浇水的话，可能要影响生活链。我们树的 刚开建工作的时候，突然风越来越大了，大概在办公室大概有20多公里里面。如果我们要上回去，回去不成，风这么大，完了可能要我们迷路。我们必须要大家在一起，晚上零下5-6度吧，10多左右。第二天早上我们就风停了，大家一看，我们衣服完了以后连全部是擦子儿。 水喝的水也没有，完了以后，国航已经以后，我们的领导带了好多人，开着车，在那方我们把它，我把我们煮出来了。尽管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沙尘暴，但却并未动摇阿布利科木和护林员们治沙造林的信念。目前，沙漠上种植沙枣、沙棘、胡杨等苗木，总成活率超90%，已完成植树造林37万亩。 麦盖提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部地区，三面环沙，沙漠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90%，生态环境脆弱。麦盖提县委书记文富来介绍，像阿布利科木这样的护林员还有200人左右。主要呢，我们希腊这些贫困群众，贫困群众把他这个脱贫攻坚和我们的生态能够有效的结合起来呢。我们的护林员这个里面这个200多户里面有100多 多户贫困户全脱贫了，近8年多时间努力，现在我们的沙尘天气原来的150多天减少到了50天左右，降雨量呢由50多毫米增加到了110多毫米以上这样的状况。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要完成这个后期的这个整个100万亩的规划任务，在我们麦盖提县的外围形成一道绿色的屏障。